叫什么东西啊？你刚刚在扒什么东西？啊，插队还大声啊？怎么插队啊？两名驾驶在路口你一言我一语，僵持不下。啊，你刚刚在右转车道，你要插我直行车道，插队你还给我大声啊？这边是怎样？是不是啦？差几秒了。驾驶 keep 不住，怒控对方硬切插队，拍影片搜证，直接右车驾驶不甘示弱，要他睁大眼强调自己有打方向灯，但到底打在哪？回到双方争执前，驾驶行经台北永吉路一路直行，右车轿车没打方向灯就想超车，驾驶不给插队，没想到插队哥火大，沿路按喇叭抗议，两人因此爆发激烈口角。刚开始的火爆状况是感觉有快要打起来的样子，火气就特别大，两个骂来骂去这样子。下来啊！让你应该的，是不是？路怒症引发行车纠纷，两名驾驶街头火爆开枪，互相打死一下。警方后续将一驾驶提供的影片判定到底插队哥有没有违规，开车上路还是得多礼让，少点纠纷也免得换来一肚子气。记者李晴、张妹子采访报道。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。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，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